戴森拖把头哪种更好一些？戴森拖把头以方形机为主，也有部分圆形产品。清洁地面时要如何选择适合的产品呢？主要看两点，结构和清洁方式。圆形机的吸尘口后置，工作时通过转盘旋转把灰尘带到吸尘口。方形机的吸尘口前置，工作时先吸走灰尘，再喷水，再拖地。家里只是简单清理尘土的话，圆形机可以考虑。如果需要清洁液体残渍、尘土、毛发等混合污渍，首选方形机。